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罗。昨天呢，从那边放了几次那个王蜂飞到这个坡来，今天要准备在这个坡放个标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。今天昨天都没找到，好，现在往这里下去，到那个坡底下去放。啊，就这里放，看这个药啊，现在用。人家过来还是要用肉来当诱饵，猪肉，多喷一点，就来快点。好了，等大概要等到3到5分钟，然后等待它过来。好，在大树底下放不好，它都没有过来。现在我准备还是回到昨天我放的那个位置去放。你在这里这边等来。好的，在这边人太宽了，找不到，重新放过来。啊，还是回来这里。这视线也看得远点，再打上药，水药。好了，等待它过来。现在要拿个肉挂上去。啊，这块肉也喷一点药水上去。好了，这里等它过来，等那个王蜂过来。哦，就来了，这么快？看，昨天放了，那标都还有。哎，怎么不吃这个肉呢？快了，这块肉还是今天早上才买呢。咬肉了，竟然咬肉了。今天就绑第一只了，绑好一个标了。起飞了。小梁，飞往你那边走了啊。终于找到了。就在这里，小梁拿锄头、衣服过来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里面那里，进去有点远还。还有个老乡呢。后面。来了。哎呀。太难了。休息一下。看一下，忍不住要看一看了。好，现在准备穿衣服进去了啊。这个衣服好热的哦。不要紧，
今天又没出太阳。哦，今天的真的是出太阳的不得了了。好，来帮我拉，把拉链拉上来。好的。哎呀呀呀！嘿嘿嘿嘿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进去了。这个灯应该不大，动工了。哇，就是三片。哎呀，不多不多，这个小。哎，搞定了，这个不多不大。好了，出去了。让我捞你，让我。拿了多少了咯？这个不大。哎，也有三片。只有三片。哎，也有点啊，你看。可能只有三斤左右。哎呦，可以啊，你看很饱满的。哪有饱满？这个呢，有小心饱满。你看这一片，这一片，这片可以啊。哎，可以，两天搞到一个啊。明天继续找啊。来帮我解开这个。可以。哎，到这里平的地方，我帮你解开。哇，你看，一身都是汗了。这个，舒服啊！哎呀，外面的空气就是好啊！哎呦喂，
好了，准备我们回家了，吃那个王峰的去了，吃蜂蛹啊，蜂蛹啊。哦，两天搞到一个，也算可以啊、哦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这师傅还没有到位。对。